我成日覺得十二月是屬於我的月份，因為我的生日、聖誕和新年都是十二月，所以我覺得很浪漫，而且到處都是那些聖誕的歌、節日的氣氛、很開心的。會不會很期待偉仔等你生日的時候給你什麼驚喜？他已經給了我了，是啊，提早給了我了，收到了，thank you。什麼你不說的？講心不講金。是啊，我計劃了都是去滑雪咯。是一大班人去定？一大班人啊，我覺得開心啲嘅，有氣氛啲啊嘛。佢最近佢嗰出戲咧，《捉妖記二》入咗咧大陸嘅十大賣座電影咯。恭喜恭喜，恭喜你Tony啦！这个消息我想已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的，不过我一会回去都会跟他喝一杯香槟的。最近呢，我上面传的辣影因为饮酒太多搞到你爆血管的医院，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，但我觉得可信程度不高咯，因为我虽然我很久没见过他，但 我认识的辣影他现在是很健康的，即是都是开始做 gym 啊，做 exercise 啊，我哋呢啲年紀都係要好注重身體健康啊。佢應該唔會係咁樣。有冇你哋有冇一齊做？我會約佢啊，我諗住約佢去行山啊。佢成日喺個健身房咁樣，可能北京嘅一個環境唔冇香港咁好啦。有冇同發哥去行山？發哥最近我就冇約發哥，佢都好忙啊！佢而家咧，我聽過好勁啊！發哥而家唔係行山啊，係跑山啊，所以又拋離咗我好大嘅距離，我要再訓練一下先至可以跟得上佢嘅步伐啦。